大家好呀，我是 Sophia。 那前段时间呢，我们家全家淹没了，就全部都生病，然后就太累了，大人，这个面包好吃吗？然后我们给阿姨放了一天的假，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带着小朋友，但是因为在家里太闹了，所以查先生和我就准备带着他们出来逛逛，我们就准备去滨海花园的阿凡达展去看一看。查先生还安排了游览车，刚到达目的地就有好多人在这拍照。看到了吗？那是水帘洞吗？这个当然不是水帘洞，这是阿凡达的世界。哇，有那个龙呢。总感觉这里的花花草草都很有灵性，总感觉他在对人们说，我生活得很好，我的生活环境很棒，连这种小草都给人生机勃勃的感觉。相比于外面的这些建筑，总感觉里面的这些水呀、花呀、草呀更显得突出些。这是我们很期待的一个项目，这个项目小孩子们就排了很长的队，坚决一定要玩。似乎男孩子对这种游戏都非常非常的感兴趣，就好像自己真正的能在天空中翱翔一样，大哥都玩得不亦乐乎。查先生在旁边指挥的慷慨激昂，无比的激动。小莲藕在旁边学着哥哥，似乎自己也在飞翔一般。轮到弟弟玩的时候，大哥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以他的经验教弟弟了。终于查先生退居二线了。似乎往后弟弟们就越来越熟练了，弟弟完全不需要哥哥的指挥就能飞翔的自由。轮到小莲藕飞的时候，几个哥哥一起上阵，和查先生一起帮助小莲藕。
终于能到茶先生了。在小莲藕的助攻下，终于过早地结束了这场战役。这个造型的设计以及声音音效真的太逼真了。如果还没有来参观过的话，记得来参观一下，来体验一下也是不错的。再见。